啊，这个沃尔善导演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您这部非常非常啊特殊的电影《刀剑笑》吗？这个啊，一言难尽吧，太复杂了。那再讲一下刚才在台上的得奖感言啊，让我们新闻中心的这个朋友啊可以录一下吗？再讲一遍啊，对，再讲一遍。就是因为好多感谢的话，之前获奖的朋友都帮我说了，所以我补充了一个，感谢电影，因为电影我们才有一个共同的梦想，然后为了电影我们付出很多的劳动，然后能收获一些鼓励。新导演的奖项可能只有一次来得吧，但我希望自己永远做一个新的导演。导演，这部片子我们知道啊，就是也获得这个美国的这个大电影公司的青睐，也买下了版权，在美国发行。可以跟我们稍微聊一下啊，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，让这部非常特别的又武侠又奇幻啊又荒谬的这个喜剧片，可以引起另外一个文化的这些电影专家们的一个认可跟兴趣？20世纪福克斯是在看到这个电影的粗剪的时候，他们决定买下它，然后帮我做完了后期。之前我也不太理解一个非常本土化的一个电影类型啊，武侠片这样的，在一个美国什么这样的国家，他们到底能够了解多少，或者他们有多少东西是他们能够理解的和能够欣赏到的。但是他们的认同让我有一点意外，他们说他们在这电影里看到了一个导演的能量，还有一些人性共通的价值观吧。美国的这个影人啊，看上您的作品让您感到意外，那得金马奖最佳新导演有意外吗？意外啊，我们恭喜沃尔善导演啊，以刀剑笑啊获得最佳新导演奖。那边的媒体朋友啊，有其他的问题要提出吗？好，没有的话，我们就要欢送那个沃尔善导演回作了。好，那我们谢谢啊，谢谢导演啊，谢谢。